芬娜在欧联杯16强抽签当中抽到了梅恩。谢赫曾在2002年至2004年间效力于这支球队。这位阿森纳男神此前已表示自己想要在本赛季结束后退役，能够在结束球员生涯之前和老东家踢两回合比赛。谢赫自己也非常高兴。阿森纳的这一签留前在维利亚门将帕洛普抽取，在得知结果后，谢赫在推特上怒赞这位前辈，他写道：当门将来抽签的时候，总有好事发生。谢赫出自比尔森胜利青训营，他在2002年至2004年间效力过梅恩，并为球队在联赛中出场了70次。随后他就转会了切尔西，并在斯坦福桥走上了职业生涯巅峰。2015年，他离开效力了11年的切尔西，转投另一支伦敦球会阿森纳。本赛季谢赫已在欧联杯中为枪手出场4次，他自然希望在接下来对阵雷恩的比赛中自己能够继续首发。